Unit 6, Drills. A. Substitution Drill. Place phrase topics. Example. Speaker. 请问，你们这里可以换美金吗？圆山大饭店。You. 请问，圆山大饭店可以换美金吗？ Begin. 请问，你们这里可以换美金吗？圆山大饭店。请问，圆山大饭店可以换美金吗？他们那里。金吗？国宾大饭店。请问，国宾大饭店可以换美金吗？这个银行。请问，这个银行可以换美金吗？那个饭店。请问，那个饭店可以换美金吗？你们这里。请问，你们这里可以换美金吗？B. Transformation and Expansion Drill. Example. Speaker. 您得在台湾银行换。You. 好，我在台湾银行换。One. 您得在台湾银行换。好，我在台湾银行换。Two.您得在圆山大饭店换。好，我在圆山大饭店换。对。您得在国宾大饭店换。好，我在国宾大饭店换。Four. 您得在美国银行换。好，我在美国银行换。Five. 您得在台湾银行换。好，我在台湾银行换。Six. 您得在这个银行换。好，我在这个银行换。Seven.您得在国宾大饭店换。好，我在国宾大饭店换。C. Transformation Drill. Time Question Words. Example. Speaker. 请问，银行什么时候开门？ You. 请问银行几点钟开门？ One. 请问银行什么时候开门？请问银行几点钟开门？ Two. 请问今日公司什么时候关门？请问今日公司几点钟关门？ Three.请问远东公司什么时候开门？请问远东公司几点钟开门？ Four. 请问第一公司什么时候开门？请问第一公司几点钟开门？ Five. 请问台湾银行什么时候关门？请问台湾银行几点钟关门？ Six. 请问邮政局什么时候开门？请问邮政局几点钟开门？ Seven.
请问第一公司什么时候关门？请问第一公司几点钟关门？D. Response drill. Example. Speaker. 您要换钱吗？银行。You. 对了，请问银行几点钟开门？ One. 您要换钱吗？银行。对了，请问银行几点钟开门？Two. 您要买东西吗？今日公司。对了，请问今日公司几点钟开门？ Three. 您要换钱吗？台湾银行。对了，请问台湾银行几点钟开门？不，您要买雨伞吗？第一公司。对了，请问第一公司几点钟开门？ Five. 您要买盘子碗吗？远东公司。对了，请问远东公司几点钟开门？ Six. 他要买电视吗？那个公司。对了，请问那个公司几点钟开门？ Seven. 您要买收音机吗？今日公司。对了，请问今日公司几点钟开门？E. Expansion drill. Example. Speaker. 还可以换吗？ You. 现在几点钟？还可以换吗？ One. 还可以换吗？现在几点钟？还可以换吗？ Two. 还可以买吗？现在几点钟？还可以买吗？ Three. 还可以换吗？现在几点钟？还可以换吗？ Four. 还可以卖吗？现在几点钟？还可以卖吗？ Five. 还可以换吗？现在几点钟？还可以换吗？ Six. 还可以买吗？现在几点钟？还可以买吗？ Seven. 还可以卖吗？现在几点钟？还可以卖吗？ F. Expansion and response drill. Completed action. Assume that closing time is 7 o'clock. Example. Speaker. 现在五点半。You. 现在五点半，还没关门。Or. Speaker.现在七点半。You. 现在七点半，已经关门了。One. 现在五点半。现在五点半，还没关门。Two. 现在七点半。现在七点半。已经关门了。对。现在六点钟。现在六点钟
还没关门。Four. 现在七点半。现在七点半，已经关门了。Five. 现在四点半。现在四点半，还没关门。Six. 现在八点钟。现在八点钟，已经关门了。Seven. 现在六点半。现在六点半，还没关门。G. Expansion drill. Example. Speaker. 我要换一点台币。一百。You. 我要换一点台币。这是一百块美金的旅行支票。One. 我要换一点台币。一百。我要换一点台币，这是一百块美金的旅行支票。Two. 我要换一点台币，二十。我要换一点台币，这是二十块美金的旅行支票。Three. 我要换一点台币。四十。我要换一点台币，这是四十块美金的旅行支票。Four. 我要换一点台币，三十。我要换一点台币，这是三十块美金的旅行支票。Five.我要换一点台币，五十。我要换一点台币，这是五十块美金的旅行支票。Six. 我要换一点台币，七十。我要换一点台币，这是七十块美金的旅行支票。Seven. 我要换一点台币，八十。我要换一点台币，这是八十块美金的旅行支票。H. Expansion drill. Example. Speaker. 我要换一点人民币，一百。You. 我要换一点人民币，这是一百块美金的旅行支票。Or, speaker. 我要换一点人民币，牌价。You. 我要换一点人民币，今天的牌价是多少？ One. 我要换一点人民币，一百。我要换一点人民币，这是一百块美金的旅行支票。Two. 我要换一点人民币，牌价。我要换一点人民币，今天的牌价是多少？ Three. 我要换一点人民币，二十。我要换一点人民币，这是二十块美金的旅行支票。Four. 我要换一点人民币，牌价。我要换一点人民币，今天的牌价是多少？ Five. 我要换一点人民币，
六十。我要换一点人民币，这是六十块美金的旅行支票。Six。我要换一点人民币，台价。我要换一点人民币，今天的牌价是多少？ Seven。我要换一点人民币，八十。我要换一点人民币，这是八十块美金的旅行支票。I. Expansion Drill. Example. Speaker. 这是五张旅行支票，二十。You. 这是五张二十块美金的旅行支票。One. 这是五张旅行支票，二十。这是五张二十块美金的旅行支票。Two. 那是两张旅行支票，十。那是两张十块美金的旅行支票。Three. 这是一张旅行支票，一百。这是一张一百块美金的旅行支票。Four. 这是三张旅行支票，二十。这是三张二十块美金的旅行支票。Five. 那是四张旅行支票，五十。那是四张五十块美金的旅行支票。Six. 那是六张旅行支票，十。那是六张十块美金的旅行支票。Seven. 这是三张旅行支票，二十。这是三张二十块美金的旅行支票。J. Expansion Drill. Example. Speaker. 我要点小票子。You. 我要点小票子，请你给我换换。One. 我要点小票子。我要点小票子，请你给我换换。Two. 这是二十块美金的旅行支票。这是二十块美金的旅行支票，请你给我换换。Three. 我要点小票子。我要点小票子，请你给我换换。Four. 这是一百块美金的旅行支票。这是一百块美金的旅行支票，请你给我换换。Five. 这是五十块美金的旅行支票。这是五十块美金的旅行支票，请你给我换换。Six. 我要点小票子。我要点小票子，请你给我换换。Seven. 这是二十块美金的旅行支票。这是二十块美金的旅行支票，请你给我换换。K. Expansion Drill.
Example. Speaker. 请您给我换换。二十。You. 请您给我换换。这是二十块美金的旅行支票。Or. Speaker. 请您给我换换。小票子。You. 请您给我换换。我要点小票子。Or. Speaker. 请您给我换换。牌价。You. 请您给我换换。今天的牌价是多少 ?One. 请您给我换换。二十。请您给我换换。这是二十块美金的旅行支票。Two. 请您给我换换。小票子。请您给我换换。我要点小票子。Three. 请您给我换换。牌价。请您给我换换。今天的牌价是多少 ?Four. 请您给我换换。一百。请您给我换换。这是一百块美金的旅行支票。Five. 请您给我换换。小票子。请您给我换换。我要点小票子。Six. 请您给我换换。牌价。请您给我换换。今天的牌价是多少 ?Seven. 请您给我换换。五十。请您给我换换。这是五十块美金的旅行支票。L. Expansion Drill. Here are some words you'll need. The word for morning. 早上。早上。Or. 上午。上午。The word for afternoon. 下午。下午。The word for evening. 晚上。晚上。Example. Speaker. 银行几点钟开门？上午。You. 银行上午几点钟开门？ One. 银行几点钟开门？上午。银行上午几点钟开门？ Two. 邮政局八点半开门，早上。邮政局早上八点半开门。对。银行几点钟关门？下午。银行下午几点钟关门 ?Four. 远东公司几点钟开门？早上。远东公司早上几点钟开门？Five. 第一公司几点钟关门？晚上。第一公司晚上几点钟关门？ Six. 台湾银行几点钟开门？早上。台湾银行早上几点钟开门？ Seven.台湾银行三点钟关门，下午。台湾银行下午三点钟关门。M. Response Drill. Example. Speaker. 银行几点钟开门？ 9 a.m. You.
银行上午九点钟开门。One. 银行几点钟开门 ?9 a.m. 银行上午九点钟开门。Two. 邮政局几点钟关门 ?5 p.m. 邮政局下午五点钟关门。Three. 远东公司几点钟关门 ?10 p.m. 远东公司晚上十点钟关门。Four. 今日公司几点钟开门 ?8 a.m. 今日公司早上八点钟开门。Five. 台湾银行几点钟开门 ?9 a.m. 台湾银行早上九点钟开门。Six. 第一公司几点钟关门 ?10 p.m. 第一公司晚上十点钟关门。Seven. 那个银行几点钟关门 ?3 p.m. 那个银行下午三点钟关门。This is the end of Drills, Unit 6, Money Module, Standard Chinese, A Modular Approach.